文化惊恐新盛景，风光都好看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惊恐镇党委书记马林，今天给大家摆摆惊恐的龙门镇。惊恐交通便利，绵溪高速、承德南高速、双高速穿镇而过，出入那是相当方便，文化底蕴厚重。境内有云仙村、天台村、智库塔、张家大院、赵坝寺、陈家庵等历史文物，古有伯传公潜心修学创府乡里，今有新乡贤代之回乡建设新惊恐。扎干、藤椒、生猪等农产品绿色环保，放心买放心吃。对了，到惊恐来一定要去赏赏惊恐小麻花、乌凉粉等特色美味小吃，不到惊恐心不甘，到了惊恐心欢喜。朋友们，魅力惊恐迎宾朋，好客惊恐等你来。